那个呢？我们呢？我们要介绍两个秘密基地。我去第一个，这是我的花园。然后呢？不是，我有三个秘密基地。那我给你们看三个啦。第一个算是我家，我的家有很多出入口，开门，关门。等一下啊、这个是猎人会掉进去，就是那种坏人呢会掉进去的陷阱。下面是岩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才是真正路。其实难度是有点高。等一下啊，要进去，我再想啊，再开一次。OK，成功。第一个地方就是这里，那我们要蹲着丢东西，蹲着站着丢东西，我觉得也会丢不进去。OK，那我们先进去喽。如果一直往前的话，嗝屁。三门直接从这里，两边过来，然后呢，再从这里出来，嘿嘿，好玩吧？第二个地可以进来的地方呢，你们应该发现不了。其实我家有一个游泳池，游泳池那里就是进去的。很少人，就是这里一个很小的游泳池，但是呢，还就可以到我家，一个人才能进来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洞，然后你在这里到地下里。你们看，救回来了，很强吧？还有一个你们更不显眼的地方，你们一定找不出来，真的。好看。OK，我们去第二个不显眼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就会有没有看到啊？你们有认真看的观众大概已经看出来了，就是这里。然后呢，是这，对。然后呢，中间的路怎么去？有没有迷惑一点呢？然后呢，我再给你看我的。等一下，第二个秘密基地，树屋。树屋的话，带你去吧。
在村庄里面，就是一半村庄很和平，只有山洞很和平，另一半的村庄就没那么好运了。那你有没有看到那棵很粗的樱花树？那就是我的。这是吓唬别人的。而且你看我的十字架，那个十字架对着音阶和还是一样的。音阶跟我一样的是十字架。上那个乱子，你在走。第三个，我可以用飞的吧？用飞的叫什么？他们运了个 走这里，那个呢 ？OK， 大部分的关这个人呢，他都会让开关，但是就是可以进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框架怎么用？等一下就告诉你。进去了。很长墙，就一张床。我算是一个穷人，但是坐在地底下的穷人。这是一个框架，我大概是干嘛的吧？你们看到底了？现在连线成功了，耶！啊！那个行，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，拜拜。